爹，你来正好，等你准备差不多了，你开始拍照，拍照不拍照？看看。看吧，这东西，菜来，菜里一刀肉，盐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爽，娘啊弟弟的事儿，喜事儿即将到来了。你看，这是菜里，然后卡里边还有一些钱，这都是一刀肉，再加上那个盐酒，准备去给女方家送过去。另外呀，然后还有昨天摊好的棉花，都是60斤棉花要给他们送过去。最主要的还差四件套。6个床单6个四件套都要准备好，然后全部都带过去，等到媳妇儿陪嫁结婚那一天，全部都陪嫁过来。好了，今儿咱不多说了，这要厂子里边我都跟弟弟都提前准备好了。娘，你说这些提前照，下回给你拿东西来，结果你再那啥了。你别管，你别管那些了，娘，俺都这一个弟弟，俺跟俺弟天天想着咋的了。今天我又给拿两天，拿的太多了，我给拿两天。娘，你把我当外人了呢？不是啊，娘，我给外边买办的没有你那的好，质量好。那个上回订亲着你拿那么多了，俺都俺应该了啊。俺都这一个弟弟，俺天生高硬娘，你还没一个弟弟。这一辈子一回事儿，老娘你妈都拜不到你，我看你这样出来我都害怕了。你念了怎么了，娘？提姐，你把好东西都留出来了，你放心吧。你看，行行，放心，保证让你掉不落地儿，保证让这一看到以后都喜欢了，没法。一刀肉的，俺都想弄。花肉洗好洗好，你看树上那那一刀好，来上楼给咱这喝着。老板，走吧，走吧，娘，俺走了啊。娘，宝宝在家去。走了，拜拜。回来吃吧，来啊。俺妈赶紧去把四件套都准备好。啊。哎，东西都给准备了，提前都拿好了。来，咱这包着咱护花和内好看。这有这样的床单、床单和三两被，都给准备好了。这四件套，哎呀，好，来，这一款还有这两款，这是冬天的用的，这是冬的。然后这个是夏天被四件套，夏天被夏天用的。这个四件套呢是常年的，这个是那个夏天用的。然后春秋天。用这一款四件套，跟着这一款四件套，这两款。好了那。啊，然后这个床单夏天的时候，这是在家的，我俺家买了个老好的，这个床单，这是有粗布的，还有精品细纱的，还有这种暖绒的，看了没？这暖绒的这个床单，全部都拿过来。这个是咱那个顺便的那个厚的那种盖的，盖床上那种盖的。这俩是咱的床盖，我知道朋友们肯定都好奇，我今天拿的都是啥？我拿个鸟给你们看看，瀑布一走。都白过一，出发。嗯，完了，现在上给他拿真心交，俺都几张照，连吊起来了，你妈拿东西都得了。哎，给他几张照呢？几张照？幸好把你还几张了。今儿我跟俺弟弟添了添香啊。这把我很喜欢这个长绒面毛毛的给铺上，老好看了，你看来。哇塞，还铺上都是不一样。你俩都是高端的刺绣，再加上铺上床上以后又整洁又亮丽，看这是咋样？这都是给咱们配的色，有粉色，有绿色，啥色都配好了，好看不？这个绣面了，到夏天、秋天、春天都能用。来铺床上啊，看看多好看！哇塞，跟你说这个料啊，光溜溜的吸得劲儿，就是给空调，特别是到夏天给空调屋了，得劲的很呐，太棒了！你看这个红色的没？这个是到结婚当天铺床上用的一个。真好看，你看这个身都好看。我爸就是说，爷咱不拿这个爆款身哈，这个身是上次定亲的时候我把这个身给他拿过去了，我今儿准备换一个身，你看啊，换一个粉色的花蝴蝶，特别清新。好嘞，我这为他拿这个粉色的花蝴蝶，小清新还漂亮。你等他那屋里装修的白白净净了，你铺上这个都好看。这是俺家的床杆，因为这个老暖和，我家有老心眼了，这不带上这个床杆又暖和又得劲儿。还有一个带了一个小猪啊，漂亮。好嘞，接着开始把这全部打包装车走。爹，你来的正好，等你准备差不多了，你开始拍照，拍照不拍照？看看。我说看吧，这东西，菜来，准备菜来。哎，你来过来。菜里一刀肉、盐酒，还有这四件套的床单，加上棉花样的，全部备齐，明天再给咱送过去吧。今天都准备到天黑了。等明儿吧，明儿上午。给他送过去啊！你这天气，天气行，上哪儿去？